是的，初雪，哇，已经下好大了。下雪之后太冷了，需要把这些小牛犊赶回家来，就是赶进棚圈里，不然它们会着凉。把大牛赶出去，牛犊留下就可以了。哎，昨天下的雪都化了。但今天依然冷，回来了。这大冷天下的个小牛犊给抱回来，哎呦，喂喂，我的妈，过来去！你们没得话去？不是，这不是什么？哎，哎，